你们在干嘛？我操，怎么上？哎，怎么摁铃了？怎么上来摁铃了？有人死吗？一丝念叨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叫一四面刀？他妈这不是餐厅，然后餐厅往寝室那边那个走廊，不是，不是，刀完就跑了。但是不知道谁刀的呀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个位置我是没看见的，我一直。OK， 结巴了，在想词儿。不是，是我瞎了吗？我挂26号帮帮综合症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了。一四双狼，抬头。天是鹈鹕。然后劳峰是傻逼，我是鹈鹕呢。劳峰是骑手，好，然后这个劳章是带刀好人啊。然后三号是对，行，傻逼，妈的，你是个双鱼人是吧？傻逼死了，妈的，我给你漂移啊！啊，OK 啊，我鹈鹕啊。正义联盟，我靠！正义联盟，老张哥来干嘛呢？老张滚犊子！正义联盟，正义联盟，你们不知道正义联盟？没事，来，正义联盟，我跟劳优是正义联盟。我靠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嗯，秦牧怎么死？好像是什么警长，好像是什么，就是那个谁，就老张不信秋末是那个什么警长，然后秋末一气之下，然后其他没什么信息过了。哎呦我操！你们在聊到哪了来着？我这把就换信息去了。这死两人，这同时死的是吧？确定？那警长刀错人了呗？那这把就没信息，这把狼人还没动刀呢。虽然想拿那个心理学去说话，但是老优啊，你每次当狼的时候，那个声音都往上挑啊。什么叫我当狼的时候，我声音往上挑？啊，你是指这个样子是吧？你觉得我这把当狼了是吧？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那我待会来刀你。OK，、哎、你好，你说我声音上扬是不是？那我来刀你，我是狼，你信不信？信不信吧？哎、信不信？你找人抱团都不信。我跟你讲，二号是我狼队友，信不信？二号是我狼队友，信不信？你刀了，二号，我们一起上去把他刀了。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的你要我试一下？秦风，我们一起上，我狼队友，我狼队友，我们一起上，把他刀了，把他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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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了。你说谁是狼呢？过来，过来。把妖精拍了！妈的，一蟑螂那个语气都感觉不对了。为什么他们真的冤枉我，让我跟着他把六号刀了？我跟六号已经真心换真身了，我俩是好人，谁他妈跟你是狼啊？应该是不说，他刚才确实追我一整局，但是真的很明显，他当狼的时候那个语气，就说话的语调，就完全是跟不当狼是两种东西。真的假的？就是他的那个语气会刻意的往上，就是他可能自己也没意识到，自己带。就是说话方式都带着愉悦，你知道吗？我身份是愚人吧，我感觉还是别乱投的比较好，而且又一天不是蛮贼的吗？哎呀，票我！哎，我操！你妈刚才好像把身份报了吧？这把不会有刺客吧？不能吧？我感觉没有，怕刺客如果算了，弃票，感觉是吧？但愿，如果这轮老优势，那我以后就要去学心理学了啊！我操！哎，我操！我靠，有狙的！阿九怎么死了？你是？完了，你是狼？不是，我开局跟他换的身份，我开局先跟他换的身份，他这把跟你换完身份，他死了，你别脏我，老峰，你别脏我。你敢报你什么身份？你别脏我，我加拿大鹅，你别脏我。你敢报你？我加拿大，我加拿大，我跟阿九报过，我加拿大。所以我到处去浪，因为这是我跟他说过，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刀我报警的人就是狼，我敢这么怀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不是呆呆鸟。等会儿妈庆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操，我想想怎么狙啊，我操，这个得赌了，这个真得赌了，剩下人我不知道身份的，我盘一下，
四局八号没有跟我打好配合，尸体被发现了，并没有多刀一个，只有我动刀了。四把我一定会被票出，所以临走前要尽可能开出最后一枪。上一轮我开枪带走一号野说家，这轮刀了五，本轮尝试猜测一下二的身份。二是时刻和六一起行动的一张牌，没有积极跟人贴贴和换信息，所以流浪汉和骑手大概率 H， 没有装伤六号大概率也不是送货员。从目前的表现来看，二号更像侦探团阵营的，以致九十是警长刀的好人一起死亡，好人身份就跟警长对峙，可能是两个人报的都是带刀号，治安官一定可以排除。上局捣乱是要二号跟我一起刀六，他一直在贴近我，有机会刀但却没有刀我，猎人也可以排除。上局发言跳哨兵想炸哨兵身份，二号没有反应，所以哨兵也可以排除。拳击手可以单走，所以也不考虑。我和那个劳根换了身份，他让我穿他的衣服当侦探。八号狼队有地雷信息，现在侦探也可以排除，那么范围再缩小。回忆上一轮二号跟我在一起，身后贴过一阵，突然就不跟了。剩下身份里面可能性最大的便是香料师，这是一个成功率只有四分之一的好赌。只要狙掉二号就可以当六号，因为我没有二号信息，却可以把二号狙杀。唯一跟二号换过身份的人只有六号，所以接下来这一枪将会决定游戏的走向。就只有这样的可能，那就是老妖，就是老妖，票他。下来了啊！谁谁？当六当六，看青儿会不会完了？哎，我逃图书呀！哎，我是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我操，还有中立呢！哦，嘿嘿嘿，阿锦，你听我的声音，你看看我这把是不是狼？你猜一下来，你不是整人真心换真心吗？我待会就来餐厅找你哦。这也太匪夷所思了，我正义联盟没有这号人啊！轮到我了，不是。绵影哥，你他妈怎么在 QQ 麦里面？屁话跟废话一样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多说屁话，也不多说废话。如果我一个人说废话，就浪费大家四秒；两个人就是八十秒；三个人就是一百二十秒。废话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不说废话。像那些说废话和屁话的人，都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，浪费别人的什么屁话？有变态，有变态。哎呀，真心换真心嘛，这又是哪里变态？哎，阿姐，你觉得我这把是不是狼？你听我的声音，你觉得我这把是不是狼？你不是，你那个声调明显是装出来的，不像，真的不是。啊，那你还挺，那你还挺厉害的。那个优先先报你的身份。这个房间里面有个东西能专门展示，懂吗？懂吗？我知道。行，牢封不用说了，牢封给我卡里边了，给我卡。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听着。我看一眼人，刀锋是绿的。OK， 是绿的。我是哨兵。OK， 那个我就在单组做任务，然后呢有把炸弹狼，因为我提到的炸弹神，可能腼腆七号就是被炸弹狼给炸死的。什么玩意？我气的，我他妈一个人走做任务，他怀疑我他妈是狼，我操，我真你妈不。那你看监控，你去看监控去。几次你们这么说着，我被林闪杀几次了。你什么身份？你跟我说你什么身份？我没刀你，我好人。好人身份，山老师。你过来，我证明一下我好人。你看，那锁起来，我锁匠，我操！啊，你好人啊啊！你好不了一点，金峰，你好人啊，你好个蛋。怎么直接啊？哦那啥意思？我操！绵绵哥真是狼来了，这傻逼给自己炸死了！我操！好，赛游说的好，说的好，好，赛游说好，鼓掌。赛游说好，说好。赛文说对。哎，这么的，绵脸哥，你报一下身份吧。我看到现在没开狙，应该没有狙。你报一下身份，我们排一下。中立啊。票吧。我觉得他不能是愚者，他要是愚者，我吃，我把电脑屏幕给你吃了。他要愚者的话，你看，哎，这没投。五票没干出去啊！兄弟，够！你们都，我也是带刀，哦，我俩单独聊，别过来啊！我盘了一下信息，那个啥玩意？哎，青儿你先走。那个，我靠，是这样的，那个阿九他过来跟你们盘信息，加入我们正义联盟了是吧？嗯。
他说是什么？他说他带的好，带的好。对，我跟阿锦聊天，阿锦是治安官，你是猎人，两个带的好出来了，他是狼，或者阿锦是狼，二选一。OK， 二选一。OK， 他俩撞了，他俩撞了。Okay, 阿锦直接说自己是治安官， okay, okay, 我觉得可以信一手。阿九比较有嫌疑，他说自己带刀好，因为他怕撞，他因为两个选项嘛，对吧？怕撞。啊、哎，阿九，你到底是哪个带刀好？阿九，阿九，到底你到底哪个带刀好？我操！什么我操？你被传炸弹了！我操，炸弹！啊！啥意思？谁给我阿九杀了？那个待会餐厅赛维过来找我，找你有事。然后这把估计缅甸哥是炸弹狼，我给你盘一下为什么七九两个人都死了。他们两个人都说是自己是带刀好人，然后阿九呢，我看一眼啊，啊对，阿九就只说自己是带刀好。然后我这边对过信息，我跟另外一个人对过信息，有个人说自己是警官啊，我不说是谁，防军。然后这是一个带刀好，然后九号的话，秋末他说他是猎人。那这就两个带刀好的，阿九又冒出来一个带刀好，这那这三个带刀好，里面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然后当时是什么情况呢？估计是面脸哥跑过来塞炸弹，啊，塞了一手炸弹。然后就是，如果狼队友在附近的话，他应该不会再塞。所以我相信一手七九两个人就是好的，给我报那个自己是警官的人，他可能不是好身份。真不是狼，我报过了，我是中立啊，信我，我一直在找你姐姐。我靠，不能是劳风吧？那藏的太鸡巴深。当时是爆炸的前一秒，最后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盘了一下，我盘了一下，我盘了一下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清楚了，跟我说警官的那个人他是真警官，七号阿九他是炸弹狼，他是假的，他搁那装，然后他炸人，他想把秋末炸死，因为秋末带刀好，他想把他刀废了，结果秋末反应过来了，发现他想把自己炸死，他怀疑阿九，然后在死之前用他那个猎人技能给他刀了，给他换了，他俩死在一块了。所以这波是猎人换了一个狼，我觉得是这样。这轮归票归到谁？这轮不用归票，这轮不用归票，这波另外一个狼没有信息，这波应该是，我盘了一下，毕竟他追着过去给阿九刀了，秋末追过去给阿九刀了，说明他应该是反应过来阿九是假的。优子，我去、不是，我提供一下，是有人往我身上塞炸弹，有人往我身上塞炸弹，我路过的时候不知道，反正是见那个地炸弹见亮了，我地不知道谁被炸死。那你他妈不懂什么？面哥，走吧，去找找，去找找。腼腆哥，你过来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腼腆。腼腆哥过来。你们请别过来，别你们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回来，你给我过来。腼腆哥有话要找你，你给我过来，不然这把还是票你。其实我现在也能听见，我现在也能听见。不是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，不然我们要票你，你过来，不然你下回是这回我马上去拉票。我不信。腼腆，你站住，不然我现在去拉票去投你了，我现在去投你。快！我操，面哥在那儿呢，跟大部队走，跟大部队走，你去逮他。哎，我操，这个畜生，我受不了，拉铃了，妈给他票了，我受不了了，给他票了，我操，这忍不了了，我他妈的，红了。来，腼腆，你们先别说话，都别说话，腼腆哥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先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腼哥，我问你啊。你那炸弹，你他妈刚开始不给信息，后面我分析一大堆，你给我来个信息，说炸弹别人传你手上，你带过来的，你有印象不？是谁传的？我没注意是谁传的，我没注意。炸弹多少秒？你送出去的时候炸弹多少秒？别跟我说没注意。炸弹剩大概进度条一半不到吧。一半不到。一半哥们，一半不到，你逛大街出来到我们人堆里面去放个炸弹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人家送你手上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真的就是炸弹狼跑过来给你送炸弹的话，脸上你妈没有其他人，你不会就近找人传，你反而跑大老远找到我们一个人堆里面去塞炸弹的啊？你不会说刚看到炸弹的时候你反应一下，然后发现附近有人，你不跟人家互传，把那炸弹狼给炸死，你家送跑队友人堆里面他妈就扔我们的。漂了，滚出去！漂了，他妈不能是愚人，漂了。气死我了，他妈的，他是愚人让他赢，他是愚人今天让他赢，他赢屁，他能赢啊，他赢我把，你看跟山里灵活的狗一样到处跑，还把麦闭了不让人找，这个逼样的，我操。
那边两个还活着呢，嘿，没啥信息啊。那阿锦啊，你猜我这把是不是狼？你再给我分析一下，我觉得蛮有意思。你分析一下我这把是不是狼人？听我这个声音，你觉得我是不是一个狼？你好好猜啊，猜不出来这把可能下一局死的可能就是你了。我操你！首先啊，柚子，你是个变态。我哪里变态了？心里割出来了，你明显没有那个上吊的心劲儿。然后其次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跟阿九在一块儿，然后去那个店，那叫什么来着 ？OK， 撒吧、哎。我是傻逼，我自己摁着了。没事，你接着发言吧。没有。我最后是在那个餐厅，应该有一堆人听着我跟他说 Q 在哪儿。阿锦，好好讲，好好讲，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一轮发言了，多好点，不然你下回合我干死你。OK， 我给你见识一下，没什么好说。哎，修饰，我是修饰。明天哥，说身份，明天哥。对，谁报了都是明显名牌，你的身，名牌，你的身份。中立，太中立，但说不出来。我是拳击手。拳击手。投他，我是拳击手，投他。那就招。操！我操！是不是？如果他是鱼人，那如果这人票出去，咱就输了。他是鱼人，我吃。面哥这把要还是鱼人，我吃两个。给五号，我怀疑得灯亮，得灯亮。那角色叫什么来着？好几天没玩了，想不起来了，叫什么来着？哎，你是哪个？我操，你怎么抓起来了？哎，来，一个锁起来了，锁不起来，现在就飘。给他锁起来，快点。锁起来，网易有 bug， 锁起来。为什么东西好会自动被柜子里面踢出来啊？我操！我靠，跳他！有 bug。哈哈哈！太安静了，太安静，我就拍一下，防止一下。目前也没什么更多的信息，原本是跟秋末真心换真心的一波，别的没有什么更多信息。跟他两个在一块的，我可以保一下他吗？保你大爷！保你大爷！狼人自爆了，从他妈门里钻出来了，临走前还给牢风带走了。我操！你刚才要但凡再犹豫一点，晚点拍领，我都让牢优直接给他弄死了。他带刀，你哎呦，你这个领拍的呀，有 bug 呀？怎么紧急任务修好会把人从柜子里面踢出来呀？有 bug 呀？我操！我记得之前都不会的呀，怎么今天这次会了？网易，你修修你的 B bug！ 我操！我操！我他妈我猎人，我当时我都想给秋末给他弄死了，然后老张他妈给零拍了，他妈当着我面把老冯给杀了，我操！笑死我了！八号铁狼当面跳柜子，你听错发言了。五号鱼人，铁狼五号鱼人。孩子们，我有一计。孩子们，我有一计。什么？每一把。不一定会出猎人，但是肯定会出治安官。柚子现在手上有把刀，你猜他是猎人还是治安官？我猜你是吗？你先别管，笑死我了！他干嘛开狙了？给自己狙死了！哎呀，有没有人真心换真心？柚子，走，那咱俩呗，走，OK， 我操！我可以隐身，来来，你过来。OK， 直接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来。然后，哦，还是世间，你呀，回来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干嘛？这么多一个世间，我谁给你的勇气啊？哎，我操！不是，有影狼。不是我刀的，啊，是我刀的，不是你，怎么他妈死这么多人？我觉得小脑警长动刀可能是一部分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炸裂的事情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很有可能是双狼老幽跟老风。舞女是死掉的几号啊？不知道，他过来，他那天跟我说阿九你过来，他有信息告诉我。哦，我说行，我听什么信息？哦。这个小家伙他开透视了，他
他透视到劳优的位置突然瞬移了，他跟我说劳优是换位狼，然后这把还死那么多人，只能是狼人双刀。然后那七十抱一块儿，因为一三八一直在一起，所以一三八是没有办法动刀的。然后九号是期间来找过一三八，后来报的警，所以七十双狼太好盘了，子太多，所以太好盘。完了。九号面包，九号面包让我看见了。我是什么的？我是面包的。怎么办？不是我无责任刀，我无责任刀。一会儿我直接我弄死一个，给酒票出去，我无责任刀。Oh my god, bro！ 再见。阿九开支，这把正义联盟全是坏人，没一个好人。那我在哪？哎呀！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你，你他妈，你狡辩一下呢？你狡辩一下呢？你狡辩一下，你狡辩一下，你狡辩一下，狡辩一下，你要么你现在你要么把这个锁起来，要么把这锁起来。我操！快跑呀！我操，快走！妈的，人家带有点不是人了，我操的，妈一走完我有点不是人了。OK 啊，那这真不是人吧？我靠，真的，那这是自爆了是吧？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以为正常人都可以加内，我现在我操，行，我以为是门嘛。当面造人，我操他妈！我突然有一天，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你好。如果你是狼不？不是，我真不是，我要是狼早动刀。不是，我中立，我中立，我现在没赢面啊，你知道不？我想也是。我需要猜四个人的身份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现在猜着一个。啊，他人死完了，没那个了。来，进来吧。哎，我去你丫的，牛哥！好啊，一狼一好容易。呦，吓我一跳！你吓死我了。哎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赢了，咱们躲起来吧。算你进来吧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？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哎呀，我你妈个逼的！不是，哥们儿，他为什么会把身份报出来？他不会玩，我拉的，我一朋友，老铁。清风他不是找我吗？清风不是找我吗？我要是死了的话，就清风干。清风，你说，你们坐过了吧？那我回去了啊。你怀疑我干嘛了？我怎么不来啊？我操！咋了？你先过来啊！我过来。现在呢？现在这个身份呢？我死了一点。那一号也死了，我炸死。清风，我炸死的。有人偷偷给我传炸弹，我不知道谁传的。有人给我塞炸弹了，有人给我塞炸弹了，我把清风搞死了。我当时屁股后面是谁？我被传炸弹了。三号不是上局被狙死的吗？三号是上局被狙死的，老公可能记错了。然后没事，因为三号这个小笨蛋当时在那娱乐室，哎，我操，一号被狙死了，我操，我操，好兄弟，你是好人吗？兄弟，我不是啊，别过来啊，衣服天天喜欢偷听，你是好人吗？我打野，你说我是不是好人？我每次说我打野包中立的呀。你打野什么叫打野？我操，我有点。我每次说我打野的意思就是我中立对吧？我他妈凑中立。我俩都是，我也是，我骑手兄弟，我也是骑手。骑手，我他妈我是假香水，我是臭水是我是。那你是贴人吗？那咱俩打野去吗？走打野去。衣服又过来干嘛了？我的，你要干嘛？不是你老贴我干什么？你们俩干嘛？流浪汉吧？为什么老是贴我呀？兄弟，你有点香啊，兄弟。不是你干嘛？你看吧，不是你看这个模仿者发动技能了，但我是。OK 啊，你没刀我，那我信你手了吧？咱俩再躲一下吧，这地方是修炼的地方太远了。真心换真心。我靠，真心换真心啊！你说是吧？我靠。
我这个身份死了，好人阵营全都知道。别乱弄，别了。OK 呀 ，OK 呀，兄弟，我侦探，我验了你了。OK 呀。我靠，正义联盟！正义联盟！什么？好兄弟，来，好兄弟。不是，你从哪儿听的？我俩都是中立呀、啊。我们俩中立开局爆了，有什么任何的那个优势条件吗？不是开局会跟自己家人爆中立的。我跟六号换过身份了，你可以这样说啊，你可以把我当一张起手打，然后我就不跟其他人换身份了。我跟六号已经说过了，我跟他互保一下。后面你就我，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中立，你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一个骑手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没有带刀能力？我是不是没有刀人能力？那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骑手，首先我是一个好人，但是身份我不说，如果说了我会吃枪子，我是一个好人。然后你这把可以把我当骑手打，因为骑手这个东西没有带刀能力，就你到最后你找个机会，你感觉差不多了，到时候你再把我拿去扛推就行了。你们只需要不告诉我身份就行了。那剩下的你就把我当骑手打，我是一个好人牌。我跟六号换了一个身份，衣服的话我在我这个视角不站好的啊。阿九跟我报的不是中立啊，我跟他报的，我俩报的身份不是中立啊。没线索，但是我和那个四号一直都是在抱团，所以我俩很安全，而且我能保他。况且我死了估计也没关系啊，我这个身份对我而言很安全，对好人而言是最安全的。我操，哨兵不就出来了吗？干嘛？老跟着我干嘛？老跟着我干嘛？好的，猜完九号之后，现在我们只差一个身份。简单推测一下十号的身份：黑灯后躲进杂物间，他没有跟过来，说明他视角里面应该也是触发黑灯。而且众所周知，特殊事件是要停下来打开地图去点击触发的，所以十号肯定不是狼。中立只有两个，所以他不会是中立。剩下的身份里面，带刀好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接下来只要把两个带刀好的身份全部猜在他身上，如果他是其中之一，我就直接胜利。就算没有猜中，也能确定十号没有刀，也可以排除一个隐患，所以怎么做都是不亏的。不好意思，将军。你们啊，他俩双狼，我俩被双刀了。我操！我好不容易玩一次战争鸟王，我操！这他妈机器人，哎，要刀了，要刀了！哎，啊、老人让装箱子了，老人让装箱子了。亲爱的鹈鹕，阿九看到来打报告。栗子，呀！我、哦，你过来，我是换位，你干什么？我枪面呢？那你可以变成我，没关系。我是废物。没事，你可以变成我，然后只要我在场，到时候我就不说是你全面变了，哦、这样可以做好身份。哦懂吗？我是变了，我换位，走，出去找落单的。等一下。OK， 我先。行。OK 啦。然后我去跟别人抱团，你变成我，你刀人的时候变成我刀，这样抱团的人就能证明我的清白。看到队友在跟人独处了，我们就不用过去了。开头是确定附近没有其他人，那就可以直接破译发电。触发完破译发电之后，让队友有机会把那个人给刀了，然后我们守着发电室。等了一回感觉没有什么人来，可以往中间餐厅看一看。开局开过技能透视过气场，确定我们这边没有人，然后暂时还没有人来，那就可以把这个门给关上。防止祷告堂来人，我们退到新木鱼间里面把技能打开，发现有两个人过来，只有两个，那就可以传其中一个不卖一个刀了。刀完之后可以先去娱乐室躲起来，因为十号可能在修灯，如果过了一段时间灯没有亮的话，那他很有可能再往回赶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回头报警，拿下主动权。
这里看到七号，但是在好人视角里面灯是黑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报警，没有人看到我。开启会议之后，我们只需要说发现尸体的位置，不多给任何信息，这一轮就实现了一场完美双刀。我发现的那个九号尸体死在那个电力室门口那边，门被关上了，是吧？死几个？死了两个是吧？我发现的九号尸体。单走牌，然后拉灯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娱乐室那个角落那边躲着来着，然后一直在等那边开灯，因为我一个人我也不敢过去。你们是真的一个人都不过去啊？我最后的位置是在电力室啊，我最后搁那一个人修电的，然后就拉铃了，然后我反正也是单走位啊。那这边二三四七可以做好，我的身份算做好。那你们那狼不就在你们六十一里边排吗？这还有思考，你们自己排一下，你们六十一自己排一下，当时位置在哪？首先呢，一灯的时候我和九十在一块，然后我们两个慢慢的往电力室去磨，就往那边走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我们可爱的栗子变成了阴一天的样子，然后离开了餐厅。然后我俩准备去报铃，准备就是拉铃，但是半天没有开灯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回去破译，但是门被关上了。但是呢，我在去电力室的那个路上，我被人换了位置。一次监控那个电力室里面没有修机的声音，我没有听到修机的声音。我当时被换了之后，我就在电力室门口在那徘徊着，然后后面就开了铃。要么一号，要么就是我们的阿锦吧，反正一五六排一个，好吧？不是，你们先别接投票，我盘一下。我是这样的，我在花园那边，然后我确实有隔墙听到过栗子讲话声，他确实有在那边，就是听到过，因为不是没人修电嘛。然后后面我从那边就是过去之后，看到尸体的时候，在那个电力室门口，门被关上了。就在那个门那里，清风说有人给你换位了是吧？你被换去哪里了？你说一下呢？你被换去哪里了？清风，你被换去哪里了？兄弟们该投票了啊！时间快到了。祷告室门口，祷告室。你们有人在？有刚才你们盘身份、盘信息的时候抱团是哪几个？有没有在祷告室？我在花园那边。我没看到过。我看见栗子变成了忧伤的样子。好啊，兄弟们！但是我没有跟栗子贴过呀，我确实没跟他贴过。OK， 活了。监控室到完人之后，立马拉灯，防止四号尸体被发现。穿管道去娱乐室找队友进行下一步动作。你在刀发现六号的旁边，立刻收身，因为他是一个单走牌，不得不防御守哨兵。开启技能，观察一下场上局势，看有没有再刀一个人的机会。没有机会，那就不要在人群中露面，因为这把我刀的四号，他们绝对没有发现。我刚才是在电力室，就在修电的那个位置发现了老张的尸体，然后我听着劳峰和谁的声音，然后我还问声嗨。我还是说一样的说法，我是个单走位。这你们怎么说，我反正不怕。清风是那头狼吧？因为当时最后熄灯的时候是清风跟老张一起走的，这个青眼也看见了。但现在老张死了，你还活着，电力室那个铃拉的肯定是要双刀双刀的。你觉得还活着，那你铁是狼人，那不用思考。等一下，清风怎么直接过麦了？我思考一下，因为他说栗子是前面，他说变成五，我觉得没可能，我没跟栗子见过面，你知道吧？前面要贴了才能那个。我说了，后面我一直在单走的，然后尸体第二波我发现的，我也是一个单走派。六号的位置我觉得存疑，因为我也是单走派，你知道吧？这把你报的警，姑且不去盘你的信息，但是上一把狼坑位你也在里面啊，我也在里面，但是这把我应该不在狼坑位里面了，这把死的是老张对吧？我又在单走，最后关店的时候我在祷告堂那边，
然后我在那躲着，然后过了一会儿你们报警了，这把死的是老张。你们盘狼坑的话，我觉得这把龟票可以扛推一下清风，然后六号的话你待会可以证明一下是什么身份。我觉得这把可能没有狙啊。我想了一个问题，按清风的性格，你看清风直接票笑着就打十号是狼人，十号不进行自证直接跳发言，再加上投票环节一秒上票，如果他是认定五号是千面的话直接给五上票，这说不通，因为这把他是小点位，他自己这一票根本不够票出别人，结合他跳发言的行为，我的狼人视角知道他一定不是狼人，所以十号只可能是愚人。你看清风直接票了，你按清风的性格他不狡辩的，这合理吗？我觉得清风可能是愚人呢。会不会其实就是你想嘛，他前面的那波发言，然后又说例子是变形啊之类的，然后你看他这波直接跳发言直接秒票，如果说他是愚人呢，这波狼人刚好遭到他了，他是愚人走的把他票了他就稳了啊，确实是不了，那先把六票，就是先把六票，老冯我信了，老铁我看到你俩的，老铁我直接爆了，我是哨兵，推理没有错，我六号确实哨兵，现在这个场上票型一五两个狼人还没有出票，只要我当六，五号一定会跟我一起，七号已经改口要票六了，所以这把六号一定会被票出去，我是哨兵兄弟，那票了，这个绝对可以票了，这个绝对可以票了，你要跟我对票吗？我是哨兵，两个人为我作证，我是哨兵，哨兵这东西没办法自证的，三组位置很多，那你为什么能跟我装了呢？跳出六号后，狼人剩余两人，非狼人阵营剩余三人，狼人刀的 CD 会比灰快，所以只要我们守在这里就可以结束这场游戏。